整整五十串，46.6块。宝华街霸店，王富贵炸串，40几平方，一个月挣不能瞎讲，好多好多钱。深夜来到南京宝华，我带你们看看大场面，看这边。我的愿望是能坐到这一桌，跟他们一起吃饭。鸭舌也8毛钱啊？鸭舌是1.5块。一起多少钱？稍等哦。哇，生意太好，开了几点？12点。一起46.6块。40几块钱啊？对。你把吃碗面条都不值几个钱？46.6块，我们等会看有多少。337号。我还有大概等多少？我可能要40分钟左右。我们等40分钟。你们不放假吗？不放假。为什么？我们挣钱放什么假吗？对哦，我挣钱放什么假吗？我不挣钱了，我才收割一波。现在是9点，10点能吃上就不错了。哎，你们是哪个学校？哎呀，都像学生一样，那公司啊，快喝江小白，姑娘们，可以啊。我只是对他这个店能这么成功的商业模式，我很感兴趣。今天好吃。这个店在这条街就是街霸，门口的全垃圾堆全是为他们家准备的，特别容易标准化。这个店能做出大生意，你像以前某姐能拿到1-2亿的投资，这个王富贵假以时日，相当不错。这种生意做的才有意思。没有分店啊？对。我点评上搜到白水千城，你们只有一家店？对，我们就是一家店。337，好，对好。真40分钟，39分钟，我们的51串串上来了，这么多，46块钱，整整50串，46.6块。宝华街霸店，王富贵炸串，它整个是相当便宜啊，做的5毛，荤的8毛。刚刚吃了一口就是特别舒服，调味好，调料好，然后中辣，他们家中辣是很辣啊，虽然是炸串，没有更多的油，它相对于宝石食材还是相对比较干，干香味，你吃了以后不腻。然后价格，我们今天点的实际是51串，点了很多的鸭舌，荤菜比较多，素菜比较少，就这样的情况下51串才46.6块。这种小店成功绝对不是碰运气，从产品设计上，包括选材上，包括我们看那个油，他们用的油干干净净，整体才能出来这么好的一个风格。对，后面两个帅哥，快来，来打个招呼。你好，欢迎来到王富贵炸串。王老虎视频里面不仅有美女啊，还有帅哥，因为这两个我看确实比我帅，平常在路上看不到比我帅的，所以我就不拍。哎呀，我自己。10点半，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宝华。这个小店的成功，我觉得是99%的才华跟1%的命，当然命很重要。